以剑为誓。结霜，冰浪怒涛，粉化，散，以断罪之名，一决胜负。求饶吧，破碎，加快脚步，粉化，金兵断绝深仇，求饶吧。那些深渊法师是准备埋伏我们的吗？不，他们只是在那些遗迹守卫的遗骸里翻找着什么东西而已。是这样吗？旅行者好像也经常这么做呢，什么混沌装置、混沌回路之类的。不会是这么普通的东西。我之所以在附近调查，就是因为从那座遗迹里时不时会有深渊法师外出探索，他们似乎是想要从遗迹守卫的遗骸中找到一件特定的珍贵之物带回遗迹。不过看他们失望的样子，至少目前应该还没找到。那么刚才怎么不抓住他们好好问问呢？我当然没准备对这些家伙仁慈，只是冥冥中感觉到这件事对整个深渊教团来说意义非凡，它的真相不是通过拷问就能得到的，或者说这些深渊法师原本就面对着比任何拷问都更深的恐惧。这种汗毛直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好了，别在这里耽搁太久，我们继续追击。
结束。求饶吧。风之神，请指引我们。化为尘埃吧。粉化。判决。感觉深渊法师蛰伏的地方也经常会有遗迹守卫游荡，这是什么巧合吗？世上没有什么巧合，一切都是在久远的过去埋下的种子，就像那间酒馆里你的出现一样，时间只是等它发芽。没事，一些不必要的感慨，深渊教团和遗迹守卫的联系当然不是巧合，应该说是同一根系延展而出的枝杈。根系枝杈，你的意思是？他们都源自500年前覆灭的古国坎瑞亚。坎瑞亚居然是这样，深渊教团和遗迹守卫居然是坎瑞亚灭国之后的残余吗？说到坎瑞亚，那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名字了。对了，作为向导，我还是跟旅行者解释一下吧。坎瑞亚这个国度是……你有记忆，可那是500年前就已经覆灭的国度。是吗？人皆有秘密，你没有追问过我时间的事，我也不会追问你。但若你愿意对我说，我也会听。那么你所见到的坎瑞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那时发生的事完整顺序是这样的呀，我还以为你一开始就遇见了那位陌生的神灵呢。嗯，降临此事之后，你最初的复苏就是被妹妹从陨星中唤醒。看来你的妹妹比你先醒呢，就是不知道比你早了多久。然后你的妹妹告诉你，坎瑞亚的灭亡导致天变地异，要你一起离开这个名为提瓦特的世界。坎瑞亚的灭亡，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经历了那次灾变，那是500年前的事。看来你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次苏醒，也是在那个时期。嗯，这样说来，你的妹妹因为先醒的关系，当时比你更了解这个世界吧？而此事的后续，就是你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位拦住去路的陌生神灵，未能逃离。嗯，这件事是我听得最熟的呢。我明白了，当时你刚苏醒，又匆忙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完全不知道坎瑞亚这个地名的任何背景。但现在对提瓦特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猜想当年经历的那一战正是坎瑞亚覆灭之战，对吗？啊，这么说来，我们一起旅行的这几个月里，你好像查过不少古籍。去蒙德前只看过一些模糊的资料，后来又在蒙德璃月各地收集过一些旧书，你都说用处不大。原来你其实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坎瑞亚的事，而且是为了寻找妹妹吗？嗯，也是，要寻找七神可以踏遍七国，但500年前毁灭的坎瑞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呢。关于坎瑞亚的事，我知道的应该比你们多。坎瑞亚是没有神明的国度，神明并非死亡或离开，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坎瑞亚的历史。这是单纯由人类建起的强大国度，人类以它空前的繁荣与辉煌闻名而自傲。神不存在的国度。而之后的事，也正如你留下的记忆，所有一切都毁于神灵。你的意思是？500年前，是众神一同降临，覆灭了坎瑞亚，将所谓人类的骄傲如同杂草一般从神明的花园中铲除。怎么会这样？历史书上都没有提过。嗯，继续在这里谈论旧事会消磨人的意志，先继续前进吧。关于你想知道的那些事，我就在这一路上继续告诉你。求饶吧，加快脚步。喂，守卫和深渊法师，戴英刚才说，这些古代机器也是源于坎瑞亚。莫非坎瑞亚有很多遗迹需要保护？不，遗迹守卫这个名字是现代人根据现代的印象取的。500年前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们。现在被称作遗迹守卫的这些机器，当年在坎瑞亚的代号是耕地机。耕地机，好奇怪的名字。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所谓耕地机其实是一种代号，当年的坎瑞亚人会为兵器创造代号，土地不是用农具去犁的，而是用铁与血去争夺的，基于这样的理念耕地机诞生了。用铁与血去争夺土地，坎瑞亚人居然这样理解耕地，感觉不是什么好的含义呢。在坎瑞亚覆灭以后，这些失去主人的耕地机便纷纷脱离了控制，在漫长的时光中不断游荡，逐渐散落在了提瓦特大陆的各个角落。可能是与同样覆灭了的其他古文明同病相怜的缘故，他们才常常驻留在各类遗迹中休眠假寐。听上去感觉很可怜。好了，再深入了解下去，那些细节对你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不论过去如何，至少现在他们只余下威胁的部分了，把他们全都解决了吧。战场吧，散！现身！要正式接敌了。散！红心，风，回应我吧。散！粉化！求饶吧！加快脚步！粉化！一决胜负！双花刃，求饶吧！化为尘埃吧！一决胜负，风之神，请指引我们！结霜！换线，身上冒出的这段符咒是难道会是信吗？这股气息无疑与深渊使徒有关，既然带在深渊法师身上，或许真的会有关于他们行动的信息。可是上面的文字好像读不懂，是坎瑞亚的文字吗？将敌人的信仰作为心柴，为高贵的公主殿下献上荣光。这是信里的内容。命运的织机，原动计划，他们，深渊似乎正在执行一个计划，计划的关键词是命运的织机，目前似乎还在启动阶段，或者说还在进行最初的试验。命运的织机，那是什么？字面意思感觉是纺织命运的机器。
喂，这么一说，从气氛上讲，那座诡异的仪器和这个计划有关联的可能性很大呢。所以戴因，信里面究竟是怎么讲的呀？我正在读。天马行空的计划也有些难以理解的部分。怎么？一言以概之，初步的计划与漩涡之魔神奥塞尔有关。漩涡之魔神？是海里的那个魔神吗？不过说起来，他们想要对奥塞尔做什么？我了解过你们的事迹，也很清楚深渊教团对龙灾的涉足。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你们确实已经阻止过一次深渊教团的类似计划了。之前是神的眷属，现在是旧日魔神吗？目标越来越大了呢。这一次，深渊也和对特瓦林一样，想要用谎言和咒术来腐蚀奥塞尔吗？不，从信的内容来看，这一次的计划是更进一步的，不仅是意志层面的改造，他们准备用制造耕地机的技术彻底改造奥塞尔的肉体。这种事也做得到吗？难道深渊教团想要制造终极杀人机器机械魔神乌贼？如今这世上已经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坎瑞亚的文明程度，当然也难以去做评判。只有深渊教团一直在追寻坎瑞亚遗落的文明，虽然他们已经连人类都不是了，但执念仍存。信中说，他们要用那座污秽逆位神像作为基底，结合奥塞尔的肢体制造机械魔神，而用来替换神像手中宝珠的新的核心是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的眼睛。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的眼睛？我明白了，那些深渊法师一直在搜索的就是这个吧？想必如此。越说越复杂了啊，不过果然还是和那座诡异的七天神像有关吧？是的，根据信上所说，将眼置于污秽逆位神像之手，就能为新诞生的污秽魔神赋予动摇天空岛上神座的力量。这个计划想要对抗的东西真是巨大到不可思议呢。说起来，既然现在没人知道世上第一座耕地机在哪里，那不如先从神像这个信息入手调查。那个到处卖唱的诗人太难找了，不如先去西风大教堂了解一下情况吧，说不定会有什么眉目。教堂？戴因，怎么了吗？没什么，先过去再说吧。